双方运动员同时练习。哎，我检查一下球拍。来，两位，选择一下黑红两面方位。黑色。黑色，红色。集合，他要发球，接发球，好，练习。停止练习，比赛开始。第一节比赛，张继科发球。0-0。0-1。2-0。2-1。3-2。2-4。现在可以擦汗。
三、第四。五比三，五比四。五比五，五比六。七比五，七比六，七比七。行，横双发球，肩部遮挡，提醒一次。肩部遮挡。比赛继续，七比七。八比七，行，场上干扰。好，继续比赛，八比七。八比八，一定要注意。等一下，好，继续比赛。八比八，九比八，
发发球，8-10。9-10。11-9。稍等啊，11-10。10-12。双方运动员抓紧比赛。11-12。13-11。14-11。第一节比赛时间到。好，双方运动员准备第二节比赛。第二节比赛，张继科发球，14-11。12-14，换发球。12-15。15-13。15-14。14-16。
好，继续比赛。14-17。18-14。哦，这边放，18-19-14。14-20。擦一下哈。15-20。擦网。21-15。你可以擦汗。21-16。17-21。17-22。22-18。半发球。23-18。侯英超请求暂停。
时间到。好，继续比赛，是8-23。即刻发球，23-18。这球拉不上。18-24。19-24，第二节比赛结束。张继科以24-19领先。继科有一次战胜。好，第三节比赛，继续比赛，由侯永昌发球，是9-24。24-20。25-20。来，机会。20-26。21-26。哇！26-22。张继科请求暂停。时间到，继续比赛，26-23。24-26。张继科，运动员不许碰我啊！警告一次。24-27。转，
28-24。29-24。30。稍等啊。24-30。25-30。26-30。31-26。26-32。擦网。27-32。擦网。33-27。34-27。35-27，赵尼克获胜，比赛结束。客气，辛苦了。哎，客气。来，双方运动员签个字。可以了，坐一下。好的，那本场比赛呢是就此结束。张继科呢是35-27战胜了侯英超。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。可以说呢，两个运动员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。那最后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35-27这样的一个比分。